今天来参加比赛是跟家人带家人一起来吗？对，爸爸跟两个小孩。跟两个小孩耶。那请问一下，哎，今天你的名次是得？第一名，总排第一名。总排第一名嘛，哈，总排第一名嘛，对对对。那请问一下，你参加那个铁人三项多久了？2018年到现在四年。四年了吗？啊，请问一下，今天在莲潭这边是第一次首届举办，你觉得这边的环境怎么样？我觉得很刺激。很刺激吗？在市区里面比赛，就是自己的生活圈，然后有骑经过家里附近，所以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。哦，所以您住这附近就对了。住在美都路，流浪到美都路那附近。是是是，啊，那你平常也会在这边做运动吗？莲池潭不会。莲池潭不会吗？会在家里附近。会在家里附近吗？对对对。好 ，OK OK。谢谢，恭喜你哦！谢谢。谢谢。